我是不是打太快了？七刊哦，大悲题哦，我的水屋呢？我是不是忘记带水屋了？我是不是忘记带水屋了？各位，但是我觉得这座应该也不太需要水路吧。这对炸板那么多，看一下能不能不开那个龙坑。感觉有点难度，不开龙坑的话。还是必须开一下。我是不是过太爽啊？等一下，那边是开山，那边感觉不开水屋好像过不去。算了算了，大不了打两次。
哎，这边不需要水屋啊，各位，不需要水屋，好不好？不需要水屋，直接干过去啊！啊，这只到底来干嘛的？开一下好了。是吗？小电视给我切起来！哎，这个太简单了吧？躺着打得过啊？这躺着打得过啊？干，三颗。没道理啊，没道理啊，三颗什么鬼东西？哎，小心啊，别烧到啊！看这三颗是不是？六六六！但我觉得我疯了。应该带水屋会比较好一点，应该带水屋会比较好一点，还是建议带一下水屋。那躺着过。其实带水屋的话，哈，应该是一只换水屋。这个地应该是水北移换水屋，水北移换水屋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很轻松了，就不用开龙科什么的，应该直接一波带走。因为水北移说真的也没什么用处。